怪物打人比较不痛，好不好？然后让怪物走比较慢，但是我们可以开启无限能量，这样子平衡看看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下一张地图是沙漠地图，所以你不能召唤深海守卫。再让我测试一次，好不好？看看有没有平衡哦、啊。来啊，来啊，平衡，超平衡。玩一些其他的东西哦。欸、我发现阿强蛮强的。我发现是吗？我已经喜欢上巴萨卡了，没有办法。我看一下 Seba 是长怎样。回不去了是不是？对，巴萨卡是我的。Seba 有药水。Seba 好一般哦。我准备好了，回好了。我们也好了。好了没？面对能量无限的魔王，你们有什么办法？这个是怪物削弱，但是能量无限。我粘住了啦。这个麻烦嘞、欸。哦，等一下我们速度好快啊，为什么？对啊，这是什么药水？很香。谁给我这个药水的？等一下，这药水是、哦……这什么东西？是阿神用的药水吗？我糟糕了，不会！那是我的能力，让你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哦、我真的没办法控制。原来是这样子哦！哎、欸，怪物真的打我们比较不痛吗？我不会觉得怪物打我超痛的、欸。怪物打你们比较不痛啊，弱化、啊。What？ 弱化？等一下！啊！哎呦！真的有比较痛吗？还是它上面的弱化其实是强化？对。这明明就强化，然后这有弱化吗？这有弱化吗？哎、欸，你打比之前更痛哎、欸！我的天，为什么？我天哪！那是强化，确定是强化了哈？哦，这阿妈，应该是，哇塞！他刚直接蜘蛛网，然后把我困住哎、欸！这应该是强化没有错，因为刚打我的是三格在起跳的。哦，所以这是强化哦，死掉了，我懂了啦。哎、欸，上面写的真的是很让人误会耶。我刚刚打开的是第二个，上面写说什么？上面写说 weakness， 这个是弱点 for mobs， 弱点给怪就是弱化，给怪物弱化。然后我打开这个，结果攻击变强，然后慢速。你刚刚有觉得怪物走很慢吗？没有，我们走很慢，所以应该是走很慢吧？应该是怪物走很快。对，哦，我们最后再来做个平衡。哎，都调整好了，都调整好了。那等等来，我就来个700能量好了，好不好？最多用到700，那低于700的话就不能够再使用了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，好像蛮合理的，平衡一点点啦。那我换个流派来跟你们玩玩好了，好不好？流派，魔王也有双刀流吗？我换的这个叫做杂鱼小兵流，杂鱼小兵流。阿鱼小兵流啊，魔王好了没？勇者好了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的黑鱼怎么没有衣服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衣服？他可能不喜欢吧？不是，并没有。那有了，他穿了。有了，下次了。好，这个魔王杂鱼小兵流应该看起来。楼上的魔王，快点！各位来喽，沙漠区、哎，我看到了。是小杂鱼，你好。小杂鱼，哎呦，这个地方不能够连续放。放这个，大家我们开启新的、欸，开启新门了。哎哎、欸欸，他要翅膀我们哦，你没吃翅膀哎、欸，在扰乱我们。小杂鱼走开，杂鱼兵上啊，小杂鱼兵，好黑哦，看不到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超级杂鱼兵，我觉得翅膀超麻烦的。哎笑，等下你是不是有在放蜘蛛网啊？嘿，你说这样子吗？啊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欸、不是我啦，这不是我说的，几个小。你知道他刚刚放蜘蛛网，然后那个又放女巫，我直接等死、欸。深海守备，嗨，你还翅膀？你还翅膀？好黑哦，看不到。黑色。哎呦哎呦！你们在哪？哎呦，杂鱼越来越多了，杂鱼越来越多了。等一下我真的看不到啦，看不到啊，这么大。场上的杂鱼越来越多了。这个卑鄙守备，卑鄙阿神，大家不要动手，难道要死？他真的很卑鄙耶。等一下。不要动一下哦！哎，有个深海守卫在看我。太久了吧？这也黏太久了，未免。睡哦，趁这个时间帮我买一点。是我。没有，是我在射他，没事。哦。没事，我射到他。我去开门。哦，他被，他也被那个、啊，他也被阿神黏到死了。开什么门？哎，我怎么打不到呢？比较大的门。哎，这个毒蜘蛛咬你们会中毒吗？有，中毒了。是妖，我有大猪小猪。哎、欸，我捡到钥匙了、欸，很好哦。再来，我要把我的力量渐减一点。等一下你的，我想问一下，太久了吧？我想问一下你的蜘蛛网要多久？有啊，很痛，有在受伤啊？
你们的蜘蛛网要多久啊？对啊，蜘蛛网是无限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发现它不会那个、欸，哎，它不会停下来、欸，哎。就是他不会停下来，不是他不会停下，他的能量不会补哎，所以如果我只耗300的话，我就不会再补回去了。还是我们就这样子一路下去，看起来你们盯得蛮 OK 的、啊。哎、欸，我在想我们能不能直接射到阿神？我们才能射我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吗？茶鱼小太弱了、啊，我们有办法直接干掉他吗？直接杀掉阿神？对啊，先死，就是打魔王城优先当然是干掉魔王，干嘛打小兵？对啊，魔王当然是躲在后面呢、啊，你在讲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是打魔王啊，不然呢？然后后面，等一下，我好像射得到他、欸。阿信年了啦，哎呀，亚妹，他的蜘蛛网好烦哦、喔。我了，有没有人救我？你在哪里？啊、你那边好危险哦、喔。很好，再来。牛牛，不要死啊，牛牛，不要停下来。你看，继续攻击。地包怒喊吗？完了。去了一个勇者，黑羽，你要死了是不是？我不能死，对我死了，我剩下500多点，我在上面干扰阿神，好，我干扰不透，快用你的那个破云剑，哎呀 ，OK， 你们现在人大概，所以你弓箭可以射阿神，他被射死了，是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可以啦，黑羽你在干嘛？不要，我伸开守卫，干嘛？我们感受到干扰了。我感受到了，我开鱼，没事，你干嘛？不要，你们不要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来了，哦，小心，镜子偷看、啊，这个位置不错，这边呢，快射这里，我要怎么让你们下去啊？阿森，你的小宠物，你看，我的小宠物，看哪里？它在上面呢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哎、欸，竟然，好可爱、喔，它快不会跑到你那边？快我怎么去你那边？哈哈哈！我到底射不射得到他？我很好奇，我到底射不射得到他？射你耶！等一下，谁射阿神？不要射我了！我好多小乖乖。等一下，你知道？我看这么多漫画，我攻略那么多地下城，优先当然是杀魔王。对啊，的确是。杀魔王。干掉他！哎、欸，所以其实，假如我们射得很准的话，我们是真的杀死你。快，黑羽接受我的波纹！哎、欸，我死掉了。碎、哦。小光只剩你了。小光。等，两把波纹，掉下去了。Okay. 有，感受到了。OK， 感受到什么？哈。哎呦，这么强的啊！这么强的！千军万马来相见啊！哎、欸，没有啦，鸟鸟，我们射不到他了，应该没办法射到他。不要一直干扰我，我们只能干扰他。你的小动物啊，你的小动物一直干扰我的视觉。耶，赢了！哎、欸，杂鱼流真的赢不了，杂鱼流赢不了。我要玩，小勇者了。阿里斯要丢了没？经验包很慢哎。给的爱心经验包开始，好，小僵尸有什么哦？太简单了吧，我直接一剑。经验包，喂，等一下，怎么会中毒？什么鬼啊？等一下，高级剑包，什么东西？好痛！你在哪里啊？好玩吗？有点痛。还可以啦，现在这个要怎么看呢、啊？暗器啊，好啦，哎呦，等一下，毒是什么？为什么会中毒？还好吧。哦，河豚会中毒哦。哎、欸，会啦。哇，有点痛，泡芙阿姨。不用泡芙阿姨。突然有太多泡芙了吧？突然有点想要吃河豚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最喜欢泡芙阿姨。毒系耶、欸。哇，毒系宝可梦哎、欸！鸟鸟使用那个那什么毒炸弹。是毒哎、欸。鸟鸟，偷袭。要死！我要去抽奖！你要抽奖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干扰他深海鱼！哇塞！你不能干扰什么的，欧鱼深海手废。喂、欸，不是啊，你怎么打我啊？深海手废。那拿到一个新的鞋子，你们要拿这个鞋子吗？好，看看、啊，给我。干嘛？等一下，要死！哎呦，哇塞！哇，我被河豚阴了，靠背。好毒哦！小心。河豚有点麻烦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毒招毒 combo。等一下，你根本是水系宝可梦啊！你是水系盗版训练家哦。他那个毒 combo 有点强哎、欸，他那个厉害吧？我给你一个好玩的。
还笑，什么好玩的？我有点强。什么好玩的？味道是。我这个鞋子给你。哎，等等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哑巴，哑巴。你不信，你不信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。可以，你还行。安德在外面逛啊。好，安德不是主动的怪物、啊。那个这条线可以射我一下吗？跑，河豚出来的时候就快跑。泡泡一，谁是 caster？ 我好像没人是 caster 什么意思？不是魔法师。caster 什么意思？我以为是 Basaker。哇，糟糕，我的治疗线没办法射自己。开了。你要不要过来？要不要过来？因为比较空旷一 点。来了。比较空旷一点，来，你有治疗的？我靠，你有治疗的吗？哇！我这河豚很烦。行，我要去世，哑巴哑巴。不会毒死，不要去世是不是？看来我要先针对一个人了。等一下，阿神，你有东西可以吃吗？我没有东西可以，苹果一颗，好不好？好，苹果一颗可以。等一下，我来保护你，好痛。好，你保护我，我在后。我要让你保护他。我在后面。baby 耶。卑鄙！然后我就一直射，我就一直射。所以黑暗状态很强，真的最好是黑暗就是毒的那些。鸟鸟蛮会玩的，鸟鸟蛮会当魔王的。因为他当过勇者啊，他当过勇者，他知道怎么当人、啊。他知道我们，对，他知道勇者弱点是什么。那个河豚好烦哦、啊。对，好强哦。等一下，好强。其实他现在在放蜘蛛网，我们更麻烦。对，他是要打一道 combo 的。没有，我只有放经验包，来送你经验包。又是那个，又是河豚，是不是？顶得住。我谁？我是顶得住。我阿顶哎。来，经验包。人类的攻击要弱化，人类攻击好高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人类的攻击怎么那么高、啊？你要再平衡一下，继续平衡。你要再继续平衡吗？对，你不觉得这样没有挑战性吗？对不对？什么？人类有点强。他说没有挑战性。我要发飙了。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啊！可以再强一点吗？我觉得有可能是魔王的问题啦。我觉得有可能多一点河豚是不是？来，让你满山满谷的泡芙阿姨。好毒！泡芙阿姨不要靠近就没事了哦。其实我有想到用河豚 combo， 然后翅膀再喂道士，其实应该蛮麻烦的。哦，然后再加蜘蛛网。对。我开了一个门了，我是什么呢？钥匙生产器，真是钥匙生产器。赢了，简单啊！太强了啦！嗨哥，来耶！这张地图，我们这张地图是沼泽地图啊，沼泽有跑酷？有跑酷吗？跑酷，真的？还好吧，这是小，这走路跑酷。来啊，不客气。哎呦！哎呀，这就是我的招数啊！你的 hitbox 在哪里？你丢火球回去，他比较厉害一点点，或者是拿箭矢射他。我看不到，我被粘住了，我也被粘住了。这招应该蛮强的啦。看不到尤伊耶！哇！来，那个河豚送你们一下。河豚也被粘住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吵哦！太多尤伊打起来了，自己打起来了。尤伊内战。来这里啊，我差点死掉。你好人，弓箭手太多也会有这种回事啊。蜘蛛啊，我有一支钥匙，这个钥匙可以放在哪里？你们人呢？你们人呢？没事。哎呦！哦不！屁啦！哇塞，他这招也太扯了。哪一招？对，小心。九马得哟。千万不要被粘住，然后就被一堆河豚泡芙。对，蜘蛛泡芙。我已经被粘住了，救我，海德哥！蜘蛛泡芙有点强。你们有没有被翅膀？等一下我们要 nerf 一下那个魔王，你那个招式只能带两招啊。太多招了。我真的只带两我多了一个 TNT 而已啦，还好。泡芙也是啊。泡芙也是，是不是？
你的泡芙也算是不是？我的泡芙叉死了。蜘蛛网好久，还是它不会消失？它不会消失。我看不到。鸟输掉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鸟输掉了。等一下，阿神在哪？哎呀，水哦。最后 nerf 一下，就是你在选那个的时候，只能选两个陷阱，好不好？两个陷阱。小光换你当魔王，你是委屈魔王啊！你是委屈魔王欸，你超被 nerf 的。我对啊，我是被 nerf 最多的那一个欸，我想想看啊，平衡魔王啊，准备喽，准备喽，今天的倒数第二 round， 等下最后再让我当一次魔王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沼泽区，哎，沼泽区，哎，这哎哎，这太过分了吧？哎，这游戏可以这样玩的吗？他一开始就先放蜘蛛网，他很会。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真的弱化了。我觉得有哎，我们真的。你比较弱。我们打他好像不太痛。对对。哎呀，花一炮花一。又是不是？哟，难怪你们。来一个毒杀流，他想来一个毒杀流。我难怪你们刚刚那么烦。玩这种毒派的都恶心，心都脏。还好吧，还好吧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我被凋零了？啊，凋零骷髅。这样我要死了，各位我要死了！你快点，我来救你，我来救你！我在下面，我在下面，救我，救我！太久了吧？别跳，我被凋零，我要凋到死！他是控血派哎，对，他是你 buff 的那一种氛围。你这好强哦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！不要太强了吧？想不到吧？他有个弱点，他有个弱点，他没有远距离攻击。对，他好像都有。确定？你确定我没有带远距离攻击？远距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召唤那个麻烦，远距离，远距离，你确定我没有带远距离攻击？这样，你确定我没有带远距离攻击？哎呦 ，Oh my god！ 救命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没有，他会飞啊！那个会飞啊！那个会飞，那个会飞！惨了惨了，我要去世了！就啊，我有牛奶，我有这么多，我喝到，怎么还没死？你开始喝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脑袋跑了，要跑了。我不能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我要去世，我要去世！再见各位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东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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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还要给啊？你要丢我？哎哎，哑巴哑巴！没办法给啊！我被那高压鼓一炮干掉了。你们还想给啊？尿尿！真的有点猛哎！哇，小光真的很强！小光是目前最快的，看来小光要跟我一起退群了。不要 ！No！真的很强哎、欸！你刚刚脑袋在构思这种恶心的东西啊，真的恶心哎、欸！小光，小光，恶心！就一句话，恶心！好，你可以用全力了，你可以用全力了，用全力，用全力弄我们 ！Volcano！ 哎哎，我、欸、等一下，太快了吧！防不胜防，防不胜防啊！泡芙阿姨，我不想努力了，有点危险，我们先找个地方，找个地方避一下好了。那个，我觉得那个避风头，避风头。哇、哦！这不是我刚刚的配置吗？对，Oh my god！ 很香，很香，没有，有点变，有点变，有点变哦，变，有点变。怎么有猪啊？看一下那个猪是，好、哦、猪吗 ？What the？ 啊，那个猪人啊，猪人，猪人。没事，进商团，进商团。我操！我操！阿神又来，阿神又来。为什么我找不到？可以，欸、可以开药。哎、欸，我们，我觉得我们下一届我们要nerf掉那个蜘蛛，那什么？啊！我被炸死了！哇！那个高压鼓励怕炸我直接死，你们要小心，高压鼓励怕太可怕了。我应该是有办法。哦，阿神，阿神懂哎，阿神懂人类的出路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我想到一招哎，阿神，假如你有蜘蛛网，你就可以配高压鼓励怕。什么超人？小高是你哦，是你哦。你不要死了，两个竟然死了。不行，外援，这个一定要外援。哎、欸，这个要外援啊！帮忙帮忙！帮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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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勇者哦！哎、欸，射那个高压鼓一炮，他被炸死，他被炸死啊！勇不起来了！哇哇！那个上树，再上树一局。再上树一局吗？上树。换张地图吧，这张地图不适合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好好，那学弟好不好？学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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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学弟。你再想一下，你再想一下。今天的雷神乱搞。今天的雷神乱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好几届哎、欸！你又来，你又恶心我们。你黏什么？你太恶心了吧！才刚出来就直接黏。对，我们还没说，我们还没说开始。他的地图没有那个 remake， 这是你们之前黏的。哦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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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没事。问题简单的简单的简单简单，我跟你讲那个自己黏的。
我跟你讲，那个他河豚没有用了，河豚被子。哎，对不起，河豚有用，好痛。哎，红汉走了，红汉走了，小心，要走了，红汉要走了。小粉迷是怎样？我跟红汉，红汉嗑苹果，红汉嗑苹果。哎、欸，高压股票，高压股票，大的，没事没事。等一下，我在处理，我让他中毒，我让他中毒。大的苦力怕，大的苦力怕。哦，高高。他其实是说尬的苦力怕。我们赶快拿钥匙，赶快走人。哦，这边实在不好待。有，拿到钥匙。要不开这边，开这边。哦，开哪边？我走了。这里。哎、欸，又恶心我们！哇，我操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有点哑巴。没事，可以。快，放到了！那蜘蛛网太恶心了。快，等一下，是太夸张了吧？射白白的东西出来好吗？我有没有卫生啊？阿神一直在射白白的东西啦。丢这些有的没的，真的。我要死！救！快跑！喂，一只。OK。等一下。好巧，我再来看看啊。等一下。哎呦！我的妈呀！你怎么可以在宅口放蜘蛛网？你好阴险啊！对啊，你好阴险！你们的去路啊！等一下！啊，哑巴，哑巴，他要放了，哑巴！我就已经想起来了，不行！看这个蜘蛛网，哑巴！哦，哑巴！真的不行，会死！真的不行啦！从上面看这个真的不行啦！现在要再 nerf 一下，我觉得蜘蛛网这个太 OP 了，所以蜘蛛网这个东西大概因为躲不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蜘蛛网这个东西，我们下一届好不好？下一届如果有第二届，大家想看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下很多很多你们的建议，看看怎么样可以把它变得比较平衡一点点呐、啊。我是觉得啊，蜘蛛网大概一场只能用三次或四次怎么样？哦，我觉得这样可以，这样设定还不错，就是稍微平衡一点，不能够一直用，不然太强了，对不对？河豚战法超他妈强！如果大家喜欢看这个地图，请记得就是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帮我分享，然后以及在下方留言。好啦，那就是今天的麦克影片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各位观众，我是今天的画画，喜欢的可以喜欢，那记得追踪我的 B。